真的不得了，其實太辛苦了，現在要開始走少少捷徑先。即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瘦瘦腳腳不算是很肥的，但成日都肥在那個肚腩那裡，冷凍溶脂的東西就很適合我有五種局部肥胖的人。同埋據我所知，它只是一個純粹攞儀器去減少你脂肪細胞的一個 treatment， 所以它是不會減到我練回來的肌肉啊、水分啊。還有一樣就是它不會反彈，期待一下我。OK， 他不是跟我突然間吸住我的肉，我沒有想到這一刻。他是把你的脂肪吸氣了，把你的脂肪結冰，還有一個下。所以做完之後呢，最好兩個鐘頭不要吃的。涼沉沉的，現在的肚子。那他的溫度就可以去到負十度的，那他負十度的脂肪細胞就會被那個溫度殺死。我現在就是在這裡等半個鐘，第一下是吸住了一些肉的嘛，然後我就感覺到它不斷在凍緊這樣，但開頭是有一點不習慣那種凍的感覺。過了十分鐘之後，然後我開始就很習慣，現在要在等多20分鐘，但我現在感覺到躺著在瘦這個感覺真的很爽，我很期待。那個儀器就是這樣吸住了一些肉，在凍，應該殺緊我的脂肪，是凍了你的脂肪，不是殺了你的脂肪，好像很殘忍一樣，是啊，想他們死，凍結凍結凍結 freeze。 15 minutes later， 是不是要拆開它？是啊，現在就可以幫你拆開它了。它這個就是將脂肪細胞結成冰的。剛剛做完這個肚子之後，好像真的感覺到肉是收細了，但是就要立刻開始買我下一個很期待的療程。